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，耶、yeah! ！谢谢你回来电玩窗，耶、yeah! ！好感，好感动哦。但欢迎，但我怕哭出来，等下会失控，所以你知道，看不出来。干嘛？你要拿着扎在我脸上？哦、oh, ，你咳嗽，你没办法吃甜的哦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开心哦。维力就是之前身体不舒服啦，所以有一阵子没有来录影。对，那我们现在非常开心、oh, 啊！我修养好了，对，健健康康有一个月吗？超过吧，超过对一个月。对，然后就很多人都会给我加油，说什么赶快回到你知道电玩风，然后主持之类。我知道大家很想我，你知道新妹就不靠谱。笑啊！我觉得房子里面好笑啊！哦，没有了，我知道我在修养当中呢，我还是要就是有 follow 就是大家，而且你知道大家就是像小玉他们呢，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你都还会上面那种偷留言啊什么的。哎、欸，大家都有 cue 你哎、欸，因为下个月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8月了，又要来了，大家都说又要找你。可是你有找到更恐怖吗？拜托，没有最恐怖，只有更恐怖啊！就是上次可能玩到最后还是会觉得毛毛的，但是就是玩到最后觉得有完没完。可是你这次可以来点。那是我吧？我被你们吓到这样子。对，你知道大家还是非常津津回味你那一次的直播。啊、OK OK， 那应该还是可以啦。鬼月的时候我们再 OK OK OK， 鬼月就是我的月嘛。对对对，好，一定要来一次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是不是造型这么适合？而且我还穿红色的衣服哎、欸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会害怕、啊。穿白色就好，穿白色。OK OK， 红色是厉，红色比较凄厉，是厉鬼。白色就好，白色就好。OK OK， 原班人马在。再来一次，还有什么康妮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嗨，你要跟我一起录录花絮吗？已经在录了嘞，很久没有没有，你突然跑进来，太想念伟力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就讲说新妹不靠谱嘛。又来又怎么又讲一次？那我收一两。那你就哔哔这样，靠谱这两个字就哔哔这样子。你说靠谱就啊。对，你在旁边就是叫尖叫啊！我说靠谱啊，这样子讲到，所以我们要叫哦。我正好在，我刚刚已经讲完，我刚刚已经讲完，刚刚讲完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新妹不靠谱、啊，又来了。好了，我也非常想念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巴姆特电玩风哦。我们下周见，是下周见吗？反正就是这个礼拜结束完，下周还有吗？拜拜。